近视手术进入人们的视野，至今已有20多年。对于激光矫正近视，人们在不断认可的同时，也有一些疑问。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，为什么戴眼镜的眼科医生不做近视手术？作为一个行业的权威，他们是不是知道近视手术不好？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。近视手术年龄要求18到50岁，同时还要经过严格的术前检查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角膜上做手术的。如果医生本身的情况并不符合手术要求，是不能接受手术治疗的。另外，激光手术可以提高远视力，但对近视力没有任何帮助，而医生对近视力要求很严格。从职业需求来说，眼科医生最好有300度的近视，这样工作起来才比较方便。还有一点就是，眼镜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充当护目镜的作用，眼科医生经常需要和患者近距离甚至是零距离接触，而眼结膜是体表较为薄弱的一个部位，一些通过体液传播的疾病也可能通过结膜传染。而且事实上，很多知名眼科医生、护士及其亲人都做过近视手术，但如果他不说，你从外观上是看不出来的，而我们却只聚焦于那些戴着眼镜的医生。当然，手术肯定存在一定的风险及不确定性，所以手术前最好做个系统的眼科检查，不要盲目随从。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，想收看更多奇葩事，欢迎关注。